真的要修的，真的要，你是真心要修的。哎，我是讲真话哦，比较不是真的，我不是说你有没有修到，你是真的想要修的。啊，真的吗？两位没有啊？三位。啊，五位同学，通常我们开十个以下，通常是不开的啊。那个前面有两次曾经有这样的课啊，我就不开了。所以变成很可惜哦，如果你们没有上到。那个有的同学呢，他来了以后呢，他说先听听看，也可以啊，但是呢他一定要。那也有同学他说我修到了，对，然后呢就等到第三周再来，反正是跨院选修或通识，不是很重要的课，他认为这样子啊。结果呢，一个是自己损失，第二个浪费老师的时间，我要准备很多时间的，然后为五位同学进来，好不好？啊，有些同学他是啊，我反正第三周再来，根本上态度就已经有问题了啊。那你们都是一开始就来了，而且都准时，而且还早到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教高中生来26年了啊，没有迟到过，上课没有迟到过。有人说赵老师不迟到是假的，他就说哦，也有一次迟到，为什么？说我忘记了，我去跟我们气管系的学长在打球。气管所的，气管所的研究生在外面打球。我们那天，不知道是放假还是什么，变成礼拜二或礼拜一，反正弄错了。好，我们的课里面哈，有很多的那个需要哈，需要同学分组啊，需要干什么？结果呢，如果人太少，连分组都不能分，要辩论赛也不能辩啊，就得看那个我们设计的那个啊课程，实在是非常棒的。但是我想很可惜。好，今我们的课的名字叫做现代生物科技与社会伦理，这个不会动了。好，你们晓得我是爱心教学吗？不知道，我是休假，我今年休假，我一年都可以不来上课。好，但是我上学期上开三门课，下学期又开三门课。好，我用好的爱心来教，就是休假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到美国去玩啊。你们要不要多认识我，先认识上课的老师。好，那我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好，那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。好了，下面我告诉你这个课程，然后我等一下介绍我自己啊。这个课程其实呢对各位来说非常的重要，不要以为是生物科技，现在生物科技跟我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呢对你们来说将来你们会碰到。我被你们气管那个叫 EMBA 对不对？第一届和第四届的学长们哈，邀请在国群大饭店里演讲，给我10000块，告诉师傅他们什么是生物科技。演讲费10000块，所以我来上课是基本上讲类似的东西，你们根本都是赚到的，懂吗？不必花钱。但是呢，很多同学不知道，啊，所以就变成了，你看助教比老师比学生还要多。然后呢，反过来啊，如果那个真的没有到10个人，我们是真的不开的。那个课表上，选课的选上同学是14位啊。那据说还有后面有微停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个。我们基本上，是开放给海，不是海科，就是理工海之外的，叫跨越选修出来。但是呢，很可惜哈，如果是不行的话，你们赞成的话，我就开放给工学院啊、海洋学院啊，对不对？知道吗？对，很可惜。其实这个在新的世纪，你们真的要有新的观念啊。那个很多东西啊，不是说我隔行如隔山，不懂就算了，但是他影响你。人家一问你，哦，代理孕母可以不可以？什么东西可以？呀，很多东西哈。你要了解以后，你才能去定法律啦，做下一步啦，有那个用一些规范啦，社会的伦理啦，或什么，你甚至要去抗议，你要有个理由，懂的？啊，你到街头上去找去干什么？你要有一个理由，你要呼召一些人，起码要告诉他们为什么，对不对？你要鼓吹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这是我所以你知道我是那个 leadership 的讲师啊，在。那个新
加坡，也在夏威夷啊，是人家出机票出演讲费啊，给我美金啊，叫我去讲啊，就在那边住。我在夏威夷哦，我去玩呢，我去讲讲课，顺便去玩啊。好，让你们知道一下我啊。好了，我是师大生物系毕业啊。其实我那时候可以考，我那时候考大学啊，只有10%的录取率啊。我可以考进台大，而且是我喜欢读兽医，就我爸说，我也不可以去给老虎猪打针啊，这影响我，害我不能去了。啊啊、结果女儿想读兽医，我说好好好，就不能去读啊。好，那这个之后到台大医学院的微生物所啊，然后之后到美国印第安纳州大的生命科学所啊，之后呢再到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这个基督教研究啊。好，我曾经在阳明大学哈、教过9年。啊，所以很多医生啊，龙总的都是我的学生啊，甚至有一个哈、我到了中山以后，他也过来，我是他导生哦，导师哦。然后呢，他到了中山开这个课的时候，他就参加我们的硕专班，然后先当我、又是我做他导师，然后是博士班，然后又是我做他导师啊，就现在在龙总的泌尿科。好，啊，我也担任过那个中国生物学会，中国不是中华民国。中国生物学会啊的理事长啊，然后高雄大学啊这些医学大学啊，师大这些节目教授，环球电台的节目主持，特别啊，当3年半。好了啊、我这个已经没有了啊，目前就上学期开始我就已经不做校长了啊，我还在圣光教啊，然后呢，我也是武昌教会的传道啊，我也是国际生物奥林匹亚竞赛的执行人啊，所以全国出去。每年啊、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为我们国家赚了36块金牌哈、多少银牌，多少铜牌啊，都是我带着国手出去比赛得回来。好了，也是这个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，就你们的公博馆啊、顾问，然后基督教论坛报的主笔啊，你们可能不认识简体字标签啊，新加坡的简体字，新加坡的人帮我做的介绍。翰林的高中生物教科书的总编辑，所以很多的，你们如果读翰林版高中的时候啊，都是我编的、好，那、黄台珠是我们另外一位老师，是我太太啊，所以你们今天看到那个上面有黄台珠，对不对？看到可是我太太啊，她原来在高师大，那2年前回到中山，她原来在台师大哈、然后呢，我到中山来创立生物系，她就跟着来。在生物系教了5年，就到我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另外一位老师哈，开课的老师，他就到高师大的科教所做所长，科教中心的主任。之后呢，18年之后，他又回到中山来，然后呢，在我们现在在教育所还有这个通识中心啊，他就啊，他也是德胜的教育学会的，现在不是理事长，是那个他已经当了9年理事长啊，他现在是德胜的教育学会的监事啊。好，我们有2个女儿看到了啊。好，我们没有什么教科书，事实上呢，那个书我们大部分从高中的翰林版的一个什么书呢？应用的生物，你们都没有学过。应用生物以前你们都没有学过啊。应用生物是干什么？是跟社会上相关，所以你们说我是社科院的，我是什么院啊？没有关系。应用生物专门是为我们相关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啊，其实大部分的材料从那边来，所以你们看到我每次会发讲义，知道吗？我只要我上课，啊，我给你们讲义，好吧？啊，所以你们有东西可以的资料可以参考。好了，我们理论的方式啊，所以有的人呢第一节课没有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就不知道第一节课已经开始算分数。他说我第3周再来，反正我选上了。啊，很多这样的进去讲的，啊，事实上呢，这样的同学，他后来写悔过书，你们要不要看看悔过书？要还不要？啊，要啊！啊，我们很自由的啊。悔过书第1份好了，还有第3份啊，随便。哎呦，我不相信不能看。为什么这样？聚集有，你看看，
选的这个课必须要负责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他的悔过书啊。哎，但是他没有的，还是要向我们要求施舍，然后改为讲啊，就助教的意思啊，然后帮助他助教。他有一些课没有到啦，可是他在这个课里收获很多啦，等等啊。那个深受影响，后来人生怎么样哈？而且对很多堂课都有感触啊，像某一些纪录片啊、长生不死啊这些研究的影片啊等等啊。后来他也在上完死亡课之后，对自己的人生多了一些，就在课堂的后来。后来对于第一堂及第二堂课没有人到，他也是感觉很抱歉，因为他才第三周才要上，就是这种心态。所以我刚刚第一句话就做给同学，但是找来同学啊，也是真心想要来上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他是这个同学，他的理由，两个同学哈。我给你看的都是有理由的，这个是正好是研究所的考试，对不对？他认为反正还有人没加选上啊，分组都还没分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上的那两堂课，一次跑到台北，一次跑台，一次跑台南，一次跑台中去看考场，这是他的理由，我都是相信了。但是呢，你要写出来，但是我希望你写出来以后呢，要帮助后面的同学啊，所以就这个对这个感觉歉意啊。然后呢，说要如果能够顺利毕业，这样考上了研究所，这一科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位同学，第二位同学啊，这个都没有用的，刮不掉就算了，我再开一个，我多说算。第二位同学的理由当然是他家里有人怎么样。生病，哇，不出来。看看可不可以开，不可以开就算了。可以，好。他提醒各位学弟妹哈，当你决定修一堂课的时候，不要因为哈选课系统还不知道能不能选上啊。就不去上第一节，所以每一堂都很重要。当你决定的时候就要上课。通常这一堂会讲一些规矩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会讲到评分的方法，免得学期末在不知道状况你就被当掉了。所以这是给他的教训。当然他要讲他的理由了，他理由是说他的外公啊，他去就是探望啊，但是后来他也知道啊，他外公患癌症，对不对？好。这是他告诉学弟妹，所以我希望这个你们的同伴们不要写，就是你们同学们哈，不要写悔过书哈，等到被当掉的话。所以今天你们来了就恭喜你们，不用写。好，这一个评分方式呢，分组讨论哈。好了，我还是我们今天如果有空有时间，我会介绍我自己，好吧？好，先给你们看看这个课啊。那我们先讲一下评分的方式，分组和讨论的那个报告是40%，然后呢分组又是分组，对30%，分组又是分组，对20%，个人只有10%。所以到时候我希望你们分组，结果你们来的人很少的话，就不能分组，懂不懂意思？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抽签，真的来抽，真的分组啊。现在8个同学就8个同学分，那下次有来再继续加。但是呢，如果不到10位，我就停开，懂吗？你们如果知道的话，我上个学期曾经有一门课是这样子，不知道。还可以好多同学说，我去拉同学了，我说第三周不行。好，加油！我们请助教给一下他们抽签。可是等一下给他们抽可以吗？等一下抽啊！对，好，等一下再抽。OK， 本来是要给你们分组，以后我就来那个讨论第一题。现在呢，就不用分组来讨论好了哈，就直接你就分享啊，分享什么？第一题，你们的哦，又来一位同学。第一题你为什么要来修这门课？我们请一位同学开始，这样比较简单一点，一分钟。半分钟，有三句话都可以随便考，你要选长度去抽。因为我觉得理科跟文院的头脑是不一样的，就
是理念跟文院同样是不一样的，就是构造嘛，就自己的思想。那因为我上学期是修那个工程伦理，所以我这学期想要修这个，然后对，然后很有趣。哎，我是外文系大一。大家好，我是资管系大一的。然后为什么要修这门课？是因为就我觉得生物科技就是，当然就跟食物有关。然后如果你想要吃的很健康，你就不要乱吃一些东西的话，修这是非常必要的。啊，这种东西其实在生活方面的话，就算不是作为商业利益来看，你也可以作为自己身体健康来着想这样子。啊，如果你们等一下那个上课的中间哈，如果碰到我们刚好讲到食品，生物科技。那我们会有问题的时候再问。然后我是政经系大二的，然后为什么要修这门课？因为我曾经修过老师的其他门课，然后我就是觉得老师上课的方式我觉得蛮很喜欢，然后刚好觉得这个老师关于对于伦理这方面，我是觉得他上课有自己他的见解，然后觉得还蛮喜欢老师，然后所以来跟着老师一边他两个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财管系大三的学生，这样子。为什么要修这门课？是因为这门课就是有讲到一些，因为财管系的可能比较少接触到生物科技啊这方面的，就想说可以来体验一下。就大三的话，就之前有修一些就是社会学，要编辑的方面社会，也想说来修一个自然科学的部分这样子。谢谢。谢谢。这堂课的第一个啊，就是其实老师说，就是看这堂课，看起来，就是我跟另外一堂也是科技的，觉得科技这部分是我比较轻松，可是比较实用的部分。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生物科技，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人口爆炸的时代，要粮食危机是我的，我觉得啊，我还蛮兴趣，然后我蛮关切的，然后希望可以从生物食品，然后基因改造这部分，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帮助。OK， 很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气管系大一王。然后我会修这个是因为我本身就因为我高中都读三类，然后我读三类是因为我对生物有兴趣，然后我的物理化学的数学都超烂，然后就勉强毕业，然后后来就读气管系。然后我上学期修的是基础生物学，可是因为都没有人认。对，就是没有，就很少同学，就是气管系同学去上课，很少同学跟我一起上课，所以后来我就不去上课。然后，所以我那时候选这个课，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可能就有点怕麻烦，所以基本上管就是气管的学生不会来选这门课。然后我那时候很想选，我喜欢这个课，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人跟我来，就是一起来上课，就我也不想来上课。然后，可是我觉得这堂课是有用，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生活相关，而且它也不是很硬的生物的知识，对，所以我还蛮希望它可以开成的。专门一些事。
麦克风。OK， 好，你们讨论的时候，今天呢会写一个学习单啊。那等一下分组以后呢，就把你个人的写在第一题啊。一共有三个问题嘛，看到那个讲义的背面不是有三题吗？分组讨论。第二题、第三题你们要分在小组，你不管你是两个人、三个人啊，你就那两就有一个人要当那个记录啊。你们两个讨论完你就写下来，三个人讨论完你就写下来。之后呢？要轮，不可以每次都是你写，知道吗？啊，就是同一个组里面哈。好，我们请助教，好了吗？可以哈。好，你们抽到哪一组就在哪一组，希望不要说我得了气管系统，这样不好，好吗？为什么知道吗？哎，知道。那刚刚有同学是说他想知道你的头脑是怎样的。啊，其实头脑的构造是一样的啦，左半球、右半球，大脑的左半球、右半球用的程度不太一样。构造是相同，但是用的节奏神经元多，用的不同啊。好，啊，那个上面有看到，就是我上面是写 A、B、C 三个，那所以抽到同样的号码的，你等一下可以去找跟你是同样字母的人，那你就是未来的组别，你们是同组的人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其实你们呢、啊，等一下就可以，现在就好了，现在就可以跟你的同组在 A， 请坐那边 A， 怎么样 ？A 举手，好，三位啊，好，等于你们三位这学期啊会在一起，如果开成的话，啊、会在一起哈、啊，那以后说不定还会有人加上啊，就变四位五位，但是我不会弄太多哈、啊，因为我们到时候还要改很多东西，还要。辩论赛还有什么很多哈，所以、很麻烦。好 ，B 举下手，一二三，三位同学看一下，认识一下。等一下你们坐在一起的时候，先介绍一下哈，自己的名字啊。刚才只有讲气管系统的前面讲的名字就行、是。到时候呢，你们这组，因为在后来你要签名，哈哈，就是分那个学习单位。好 ，C， 好，三位啊，那三位 ，B。D 没有，就 A B C 耶，三组。只有 A B C 三组。我先分三组啊，先分有后面两个在 D 组啊，没问题。啊，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同一个系。OK， 只要不同的系的话哈，到时候你可以知道别人在想什么，不然都太那个纯叫做什么血统纯化啊，在生物学上都单独培养。意思是说，那个一个细下来哈，结果来一个病全部歪爆了，知道吗？疾病哈，歪爆了就死光光了。好，我们那个小组的学习单，其实每一次来要写啊，写了就是每次都有三个问题。那教我的话都是三个问题，那三个问题呢，你就写一下，写一下，就互相讨论，小组分组讨论的时候，把那三个问题讨论完了就写下来。好，各位改分数哦。好，那后面你那个最后会签一个名，表示你有没有到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都是很科学管理的公司啊，所以，你不用点名就知道你有没有来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占40%哦，学期的分数。好，新闻专题报告这是什么？这是在学期末的时候要交流。你要是去拍，你跟拍，你干什么都可以哈，跟拍知道吗？用拍就像一周刊啊、苹果日报啦、啊、什么的，在后面那种。但是你最好有编一个东西，有个剧情或者什么哈。然后呢，这个专题，比如说来了一个新闻，他说，刚刚有人讲这个吃的东西里面是有机的，或者是这个是里面有基因改造的啊，我可以被吃啊。哎，那个新闻出来了，或者牛肉好了哈，美国进口的啊，可以被吃等等。你想到这个，然后呢，这是一个新闻，那你怎样做一个剧情啊什么啊，自己去编，不要紧，反正很好玩的啊。到时候呢，学期末我们才要看啊。那你这一组要做一个，一组做一个就好，不是每个人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你可能是个编剧啊，你可能会找路人加入，你可能是你的同学，可能是你自己啊，都可以。有，会告诉你的。一定当然有长度，因为你要上到一个地方，他给你
四个小时的一个长度的哈，另外一个叫做胆系统本，那是不行的。最好是又精彩又这个达到高潮，对不对？当然简短也是蛮那个重要的，但是呢，如果能精彩达到高潮，那个高峰哈没关系，反正你们到时候受过这样的训练，你就知道。你现在才大一，但是呢，你以后会可能，这边有军艺系的同学是不是在这里修？是不是有一位？助教，有没有一位军艺系的同学修？他可能会编呢。我没有拿名单。好，没拿名单下不要紧啊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这个你在六月哈才要传。传到 YouTube， 然后呢就告诉助教完，然后他就会上去看。但是呢，我们在最后一次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让你在这里，秀一下啊。好，个人，好，个人心得报告就只占10%，分组的很重要哦，团队的哦，你一定要跟你的队友哈认识、合作，知道他的优缺点啊，什么就不要他，叫你自告没有跳出来，你分数就会高，懂吗？啊。要了解，互相了解啊，在这个学期里面啊，你有每一次来上课就跟他坐在一起，我们是同组，然后呢多聊天，你会多认识他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只个人的话呢是有，我们有辩论赛，辩论赛有两次，不是的，不是一次啊，两次呢，我分组以后，我们希望是分到四啊，那有一组是有一边是比如说。ABCD 四个组，你有 A 和 A 到 C 的嘛？啊 ，ABCD 的话 ，AB 就会辩论 ，CD 就一般裁判。AB 辩论他会去准备材料，我在四个礼拜前就会告诉你辩论的结果。你要你抽签，你要抽正方还是抽反方？啊，然后呢去准备好了，然后那天你来辩论，我这边会拍两拍，这个我都会准备好，然后你就开始啊，这边辩论我们会准备很多奖品啊，有个人的奖品，有团队的奖品啊。我是说真话哦，真的给你们哦，啊，然后啊，那个底下有一些没有辩论的 C 组和 B 组都在台上看。那第二这个题目呢，会在那个四个礼拜前公布，啊，变成 C、B 组在辩论 ，A、B 组在做裁判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抽签不一定是 A 跟 B 在辩，说不定 A 跟 B， 懂吗？到抽签的时候就会知道，啊，知道啊。所以那边有两次才这样啊，好，这个很好玩的哈。好，那这个假如是个人心得报告，就是当裁判的那一次，你有两次嘛，一次是辩论的，你本来就有准备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会给你分数，那个裁判会你打，老师会打，助教会打，打好了以后就是你们的20%的这个分数了啊。到这里东西，这只是直接讲报告，然后我告诉你辩论，然后呢那个。没，你在做裁判，你有听，你有心得，对不对？听到人家讲，然后你在一个礼拜以后整理好你的心得，这是唯一的个人的报告，知道吗？这学期里面唯一的个人报告。我们到时候都会公布哈，现在不用急哈，我们在那个辩论赛的时候就会跟你们讲这些，啊，绝对不会让你写长篇大论的，不可以啊，因为。而且我们的那个报告都很简单，不准那个当漏东西或者什么字写，你在心得，你听得到人家哪一个人讲什么，他精彩的地方是什么，甚至你做讲评都可以，懂吗？好，个人心得报告要交到网络大学，啊，网络大学用的党名是，就是党名的名称就是心得学号姓名这样的，这就是你的党名，后面不一样，但是你交到网络大学，你会自动收到。我们这边来啊，我们有不同的科目啊，其他两科你看，就100多人啊，我现在是100人修，所以你们礼拜四来看就知道了。但是那一些就是很多报告我们要整理，所以你写你的这个你会一起到我们大学到这一科，懂吗？你用心得学号是你科的，我到这一科来啊。好，那假如你晚交了，你交的话，假如是你做裁判，对不对？隔一个礼拜就是4月，16号。假如你做第二组，你在辩论，啊，第一次你在辩论，第二次你在做裁判，你就在5月14号交。啊，交的时候呢，预期的话呢，就要交到助教那边，网络大学，你就会把关起来。啊，
啊，正好一个礼拜我就会关掉啊。所以你收，你假如迟交，你用 email 给助教，然后助教会给你说收到了，但是呢还会开始扣分，晚一天就扣20%啊。所以你扣晚了五天，你就不用交这10分，个人的分数就没有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很好玩的哈。好，还有一个，这里啊，哎。这个上传成功，如果网大成功，就不会受到这个助教的，懂吗？这个网大自然就会告诉你成功。啊，手机的礼貌就是上课的时候啊，不要让你的手机响啊，也这个没有出来哈、啊，表示这个不能用哈、啊。啊，没关系，啊，我就算了，嗯、啊，不用看了，我看看可以用这个，可以。可以啊，手机响了。哦，我现在没有困难，没想到你们了。Hello， 我没有跟你人在一起，我是跟死人在一起。Hello， 有一个活人对着一个死人，你们两个不是人，快点过来。Hello， 哦，大雷。耍好几个手机都关掉。之后呢，10月16号开始，1、2、3。